读懂了知字通鉴，就读懂了人生。何人读通鉴？多谢关注何人读通鉴节目。今期我哋讲西晋八王之乱嘅骨肉相残。如果话何氏之争系西晋王朝盛衰嘅拐点，尚可以苟延残喘，就骨肉相残，就系帝国嘅断崖式坠落，瞬即粉身碎骨。司马氏宗室嘅呢场争权大战，共持续咗大约七年，其中牵涉嘅人数之众多，过程之复杂，情节之反复，真系千言难尽，一啲都冇夸张。为了使大家若我了解呢个过程，我初时试下梳理咗若干重要嘅节点，做一啲简单嘅叙述，但完成之后一睇，竟然多达十几点，好难记得佢住嘅。其实如果唔系专业研究呢段历史嘅，亦真系唔使将呢个过程搞到一清二楚嘅。所以喺呢度我就大略讲下好多人物嘅姓名、身份、关系之类，就略咗佢，大家只求听个梗概就得啦。事情要从元康九年，即是299年讲起。呢年嘅12月，皇后贾南风无子佢嘅养仔太子司马律谋反，要惠帝将佢废为庶人，然后指使赵王司马伦暗杀太子。这个司马律我就是我哋上期提过深得武帝司马炎喜爱嘅皇孙，佢嘅生母是武帝赐给惠帝的才人谢狗。司马伦很精明，接了贾皇后的意旨，但是一直拖住不动手。等到贾皇后自己派人杀了太子之后，司马伦再以追究太子死因为由，第二年四月收捕了贾皇后，并将她毒杀，由自己来把持朝政。永宁元年，即是301年正月，司马伦废了惠帝，将他囚禁在金融城，自己称帝。同年三月，有三个王看不过眼，宣布举兵征讨司马伦，史称三王起义。四月，三王的军队入京师，服刑惠帝，杀了司马伦。按照惯例，这个时候必定有一个王来主持朝政，而其他的王又看不过眼，又轻轻讨伐这个新主持朝政的王，一度攻入京师洛阳，双方激战数月，都筋疲力尽，新王兵败被杀，又一个更新的王上台，如此这般几次反复，几年之间，王和王之间的战争一直不停，惠帝几次被挟持，四处奔波。光熙元年，即是306年11月，晋惠帝食饼中毒身亡，皇太帝司马昭继位，视为怀帝。至此八王之乱才总算告一段落，势力较强、影响较大的宗室王几乎消失殆尽。在诸王混战中，琅琊王司马睿则趁乱从邺城走佬，掟翻去自己的封国，日后在建康建立偏安政权，视为东晋元帝。在八王大战期间，朝廷百官对局面束手无策，镇南大将军刘宏曾经试图劝和，写信给交战的宗室，希望他们各自大罢兵，共同努力辅助皇室，但是根本就没人睬他。刘宏又上表惠帝说，自从宗室兴兵相斗以来，猜忌不断，兵连祸结，诸王互不信任，祸及宗室子弟，今日仲是忠君的人，听日就变成逆臣贼子，立场话变就变，一言不合就兵戎相见。自我朝有史以来，骨肉相残从未有见过好像今日咁残酷的，实在令人悲哀。
而家边境完全冇抵御外敌入侵嘅准备，国家物资财产而消耗殆尽，朝廷众臣个个都唔知体验国家嘅艰难，反而为咗求位争权而激烈落内斗。万一四方外族乘虚而入，我哋你死我活嘅内斗又大大有利于外敌。我认为陛下有必要对佢哋下一道明诏，命令他们放弃成见，各守本分。从今以后，如果有人再不遵守圣旨，擅自兴兵互相攻伐嘅，必将受到天下共同征讨。呢位刘将军传书递简，想劝和恶斗中的诸王，本来就已经够晒迂腐噶啦，佢仲向魏帝上呢度表。请他命令劫持他的皇兄皇帝放弃成见，各守本分，就更加是很傻很天真啦。魏帝此时自身都难保，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接到这样一道表，如果他是正常人，除了苦笑之外，又有什么能力改变命运呢？何况他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啫。可见当时东晋王朝的文武官员是何等低能。分封制是周朝发明的，就是天子得到天下之后，将一些国土分给自己的血亲，由他们去管理经营，然后向中央政府立功。这种体制实行的结果是国家分裂，导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数百年的战乱。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国历史上重蹈分封治乱覆辙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西汉的七国之乱，第二个就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西汉较为幸运，朝廷很快就平定了动乱，跟着改弦易辙，实施削藩，国造得以延续百余年，并造就盛世。但是西晋就极其不幸啦，只能任由他将国家元气消耗殆尽，直至油尽灯枯。司马炎即位之初就大封宗室，曾经一日封了27个王，再加上他在位24年中先后封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总数约是434咁上下。西晋宗室诸王唔单止数量多，而且极有实力。佢哋可以自养军队，大国多至12000人，中国5000人，细国亦有3000人。佢哋嘅幕僚团队都系自己埋班嘅，唔似西汉系由朝廷委派嘅。咁样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少受监督和监视。诸王有不少人在朝中担任要职，参与朝政，掌握重权。司马炎伏辟分封制的理由很简单，情魏是孤立之弊。他认为曹魏亡国是因为没有强而有力的宗室集团作为朝廷的平凡和保障。司马氏务必吸取这个教训，要保住天下，就要强化宗室。那当然是一定道理的。曹氏宗室曹真、曹爽之流，后来弱到不单止不能够制衡权臣司马氏集团，还被彻底剿灭。的确是曹魏被颠覆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凡事都有利弊两面。西晋诸王身内流的都是司马氏的血，个个都有做司马家皇帝的资格。皇帝是九五至尊，权大无比，诸王除非实力不够，否则哪个不想过下做皇帝的人啊？那就决定了在理论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夺位的动机和可能。当宗室过强，成为国中独大力量的时候，他亦就是必然成为祸害。对皇帝的威胁，就算不比外戚或者权臣更可怕，至低限度亦一样咁可怕。司马炎只睇到宗室对自己有利嘅一面，睇唔到有害嘅一面，于是
过度强化佢哋嘅力量，放任佢哋做大，无异于养虎为患，为儿孙留下足以致命嘅劲敌，亦亲手埋葬自己一手创立嘅帝国。从永宁至永嘉年间，西晋嘅动荡大大超出咗百王之乱嘅范围，诸王之间无休止嘅互相攻伐，皇帝蒙难多番离京复返，太子、太帝、皇后之类旋立旋废，边陲地区尤其是四川一带州郡离心，集居中原嘅少数民族豪强因为加入战争而逐渐壮大，除了天下大乱四个字，其余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局势。西晋的国造事实上以到此为止，在剩低的十一年中苟延残喘，到建兴四年，即是313年9月，匈奴人刘渊在中原建立的政权汉赵，他的皇帝刘聪派大军围攻长安，西晋文帝司马懿出城投降，西晋就这样亡了。大批西晋士族离开故国，出走江南避祸，史称衣冠南渡。西晋亡国不紧要，最不幸的是中华民族随之而来的要经历一个维持数百年的国家大分裂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好，八王之乱就讲到这里，下期我试试分析西晋短命的原因。多谢大家。